家那些人吗？对呀、啊，我就对对、嗯，我父亲是一九二零年出生。那跟您也聊过宫里好多。对，我的父亲五年代的时候给他磨过刀，那会儿那老爷就八十多了。那是最后的一位，就在宫里头。过去皇宫叫跑兵队，对，就在满清的时候叫跑兵队。他们就跟那儿就是服，那是最后一个。你家我爷爷就在宫里头。哦，我爷爷是在宫里头管那个管那什么的，管那个银库的。银库的，银库郎中，哦，正五品。哦，那挺高的呢。我们家是满族，满族、嗯、过去老话叫揪着龙语的进京，说这话就是我们家可以因为算是老北京了，就、嗯、是顺治帝一块进的京。嗯，我那老一辈的顺治那是对，就是那个满清进关嘛。嗯，我们家就跟着顺治康雍乾嘉道宣同光宣，对呀、啊啊、顺康雍容嘉道宣同啊、哦、我天，那么长、嗯、过去我们家算是女真族，女真啊，关外算是女真族啊。现在唯独的能查清我们家的，反正我就是通过我朋友，我们家人就在故宫里头那个工作的吧，查到我们家四代，完了之后再奔向查的话，那只有查到我们家的近代的话，就那车啥麻花电台，我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那个毛领头，就是那个李连杰他们家住那地儿，那个麻花电台的里头，麻花电台那个记载人叫记录，他跟我们家是本家，就是顺治帝进关的时候。进来老的那个哥俩、嗯嗯、我们家这头是九太爷，那边是十太爷，同时进的关，跟顺治帝一块进的关。但人家那边呢，近代的话，人家做的官大，人家做到内务府的总管，完兼的是那个崇文门的提督、哦、那个房子999.9斤半，现在归故宫管理。现在就是只能就查到那记得人的这不了，能查到我们家这一根，因为都是总体都是一个根吧。嗯，对，知道这么多。你看什么面？你看那永安大药房，啊，现在你看不是就是西街口那不是永安大药房？那永安大药房就是那记得人他们家。听说永安大药房，说永安大药房，对，都是他们家家产。对啊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永安大药房是人家产。哦，说公私合营那会儿给捐了。对，那都那时候不捐也不行。这一车就是一个历史。是。现在能查到我们家这个就纯北京人的话，真的少，真的少。啊，对，您那真是老北京了。老北京了。嗯，真是。